但田信宣布隐退。19岁的 AV 女优拥有超高人气，但她30日突然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即将隐退，让不少粉丝相当震惊。她已在贴文中透露，接下来想当个普通女孩。她先前曾经抱自己家境清寒，连上学的钱都没有，妈妈要独自抚养八个孩子，她为分担家计，只好投入 AV 界。但田信30日突然于推特上宣布，我即将要隐退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事出突然真的非常抱歉，明天就会关闭这个推特账号，让许多粉丝都感到非常惊讶。另一则贴文中他则提到，很感谢大家留言支持，要当个普通人比想象中还难，但我未来会朝着当个普通女孩的方向努力。他也强调，最后还会留下几部作品，要粉丝们记得收看。目前在他的推特账号上，先前的贴文和照片都已经删除。同时 AV 女优小仓油菜、竹前梦等人也留言表示支持他。但有网友发现，三田信在29日才推文说要上工了，不知道为何突然隐退，因此猜测可能跟事务所发生纠纷。三田信长相甜美，圆圆大眼以及兔宝宝牙齿是他的招牌，笑起来散发青春气息，身高166公分，身材有低罩杯，但却有着辛苦过去。他先前在节目上提到自己家境不好，父母从小就离婚，妈妈一个人抚养八个小孩，一家人穷到的去喝公园的免费水，甚至煮杂草吃。15岁那年，由于脚不出鞋背，他连学校制服都没得穿，上学三天被迫中断，去当看护分担家计。后来母亲因为身兼四份工作而病倒，他只好下海拍 AV。 刚出道时就获得不少关注，拥有超高人气，半年内就把家中债务全部还清，还能帮自己和弟弟交学费，现在宣布隐退了，粉丝大叹可惜。不过更多人留言支持他，谢谢你，你真的辛苦了，即使隐退还是会为你加油，希望你之后过得幸福。